大胆。我现在突然间，因为刚刚讲到篮球，想到的就是跟这个 Kobe Bryant 比，看谁的肌肉比较大。这是我觉得做过最大胆的事情。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可是当时有健身房，我就跟他这样稍微比了一下，看着谁的二头肌比较大。然后我还在他面前私底下秀了8块肌给他看，他给我了一个很纳闷的表情。他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要这样。对，所以你知道人啊，有健身到处都敢秀。现在你看我包得紧紧的，